我今日要甲你朋友斗相共，你是做一件好代志呢，那一点仔拢无欢喜啊？我当然嘛欢喜啊，我真欢喜啊！你真欢喜，你个规个面凹嘟嘟，你真欢喜？对嘛，安尼唔才对，那无我叫是你无欢喜，因两个阿爸好好嘞。 哎，阿水莲啊，你讲什么话啊？因阿婆好好，我哪会无欢喜？好啦，是的啦，我阁讲唔对啊。哎，你真实，我看你对文斌哦，是啊，有够了解呢。我看明官哦，拢无一定哦，比你阁较了解家己翁呢。是啊，我哪会感觉家己跟那个文斌已经洗洗足久足久啊？哪会安尼呢？ 我连痛起来，那时候我被心累。你做假心的事，完全怪罪在文斌身上，伊一句话都拢无，完全对从你对伊的怨恨，藏在伊的心肝底，替你放来，你敢袂当互相喘气一下？文斌刚刚互你逼到走头无路，今日要起痟啊，你知无？ 如有有影，请了解我。袂用的，我袂当打电话回伊。 文斌，你差不多要到厝啊吼，我暗顿拢趁好安尼，等你转来食饭哦。我应该无法度等你食饭啊啦，我临时约一个客户。哪会个安尼是？我今日煮足济菜呢。歹势啦，这个客户真重要。 好啦，阿婆，你去无闲啊。哦。嘉豪，爸爸无要回来吃饭，你要跟伊讲话无？爸爸，他要回来啦。好啦，我会尽早回去，你乖乖听妈妈的话哦。好，爸爸再见。嘉豪再见。 刚好是在讲电话啊。是啦，我有答应过要等你吃暗顿。哦，若是安尼，你若是要回去，唔免管我。小雅，点菜。 文斌是伫无闲啥，哪会唔转来吃饭？伊讲临时约一个真重要客户，无法度转来吃饭。啊，有啥物款的客户？我无问呢。你哪会问？查甫人哦，你着千万唔通。
教哦。来，加食一块吧，安尼较紧大汉吼。阿妈，电视讲唔通食春卷吧？迄是电视伫咧讲，你遐尔啊瘦，爱加食一块吧。彼天妹夫跟你洗肚子，你就走啊！我敬你，多谢你把民官骂清醒。你今日约我出来，就是专门要跟我洗肚子啊？那是安尼，你卡一通电话就应该啊。你敢知影？我细汉时阵，床底下暗时停电，因为我妈妈总是点蜡烛逼我读书。不过这个蜡烛光线，一直当我死来死去，死来死去，我的目睭吼，有影愈看愈花呢。那即马嘞？即马，我感觉蜡烛的光线照在美人的身上，并加添一份的温柔。安尼，你是咧怪你妈妈细汉时阵？好，你也是册本，不是美人咯。好在在我妈妈迄当阵，好爱是册本，不是美人。要无我哪有法度？伫读大学时阵是在民官，佫因为民官来识在你咧。实在我对你来讲，敢有真重要？你讲呢？酒窟啦，酒窟啦，啊！人家讲，自中自幼甘如玉，其实每一个美女拢有伊家己的特色。你上届迷人的，就是这个酒窟啦，愈看愈水呢。你真会讲话哦，来，我敬你。我落车。再见。再见。我送你到大门口。
我送你去。为你坐电梯，我送你到门口靠。替你开。我不应该呢。文斌，你回来啊！啊，妈，是你啊！啊，是安怎啊？啊，文斌到即马还袂回来哦？啊，袂啊！啊，已经两点外。
这囡仔唔知在创啥，三更半暝啊，搁唔知影通转来。妈，这么晚你还袂困哦？什么还袂困？我已经困一醒啊。是讲明官啊，啊文斌较早捌安尼无？上晚伊十二点外就转来，从来唔捌像今因安尼生两点外还袂转来。食饭的时阵哦，我都想要甲你提醒啊，查甫人哦都爱较加注意者，唔通常常予伊三更半暝转来，啊若常常安尼哦，早晚会出代志啦。妈，也毋过文斌有应酬，我嘛袂愿讲无回去啊。我都唔相信讲哦，有啥物应酬都一定爱拖到遮尔暗，别人嘛有家庭，嘛有某在管啊。明官啊，你还阁会记算命先生甲文斌算的命无？伊讲文斌哦，命犯桃花，都爱注意桃花劫。妈，你嘛相信迄个算命先生讲的话哦？不管你要信啊，唔信啊，家己的翁哦，顾好就对我啦。我要来困啊吼。文斌，你回来啊？哪会这么晚？你还没睡啊？我刚才在碰椅顶有小病一下啊。抱歉啦，那个客户特别继续刷单。是什么款的客户哈？哪会不到这么晚？跟你说你也不知道。你没说哪会知道？我也吃头路十几年啊。你调查我，是你啦，我今麦就忝的，天气晒辛苦啦，时间真晚，刚麦我甲你掠零哈，哦，免啦，这么晚，你嘛忝啊，较早困呢。我先来困啊。安怎？阁有代志哦？无，无啦。有啥物心事甲我讲，莫扛个心肝来啦。无啦，我真正无代志。瑞瑶，大概拢安尼啦，啥物代志拢无爱甲我讲，甲我当作外人共款。是谁甲你当作外人啊？是。俊平，这就是你招待人客的方法啦。太衰啊！无要紧啦。瑞瑶嘞？你来面啦。我甲你讲。今天你怪怪哦，你想要卖去抓伊？怪怪，什么代志啊？我若知影就好啊。奇怪，哪会安尼哈？是不是有传染病啊？大家拢怪怪，文斌嘛同款。文斌，阿姨安怎？你问我，我要哪会知影？我伫遐找旅游啊。哦，
啊，你若知影伊安怎，你也甲我讲嘛。好啦，你放心。如玉。俊平讲你有心思，你果然有心思。看到我，敢那看到鬼同款。你哪安尼甲我看？有啥物代志？你甲我讲啊。无啊，无代志啊。有。我讲无就无啦。你无，我有啊。你唔讲，我要讲啊。你有心思？我若讲出来吼，你一定会骂我笑。是啥物代志啊？林阿姐，你要啉啥？滚水就好啊啦。我问你，文斌敢会伫外口有查某朋友？你是安怎？你哪会问我这款问题啊？哦，你敢袂记得啊？应该迄算命先生，伊毋是讲文斌会犯桃花？啊，你是讲这件代志哦？翁是你的，你应该问你家己，你还等到来问我？我就是感觉讲伊最近怪怪啊。伊最近怪怪。你是有发觉什么，还是伊甲你讲过什么？好朋友就是好朋友，你看你比我更加着急。林冠，可是文斌在外口真正有查某，你安怎？伊若敢真是乌白来，我一定会。一定安怎？我一定袂放伊煞。一定要将迄个查某抓出来！哎，你阁会记得我甲协理夫人斗抓干的代志无？我特别安尼死对付伊，要让伊上新闻、吃官司，让伊一世人无法度做人。哎，时间无早，我爱上班啊，林刚才来找你。爱记的哦，假使有一天吼，我若真是要去抓狗，你都要陪我去，到时阵把我壮大哦，哈，我来去啊。等掉，明仔你就会后悔啦。我袂后悔，我绝对袂后悔。害我，害我！女儿子啊，你若是把这份约等掉，你敢袂感觉讲你会对不起送花给你的人？就是啊，万一有一天迄个送花人问你，你要安怎甲咱解释？如玉，你过来创啥子？我伫遮徛真久啊，
若无看到你捧这本勿忘我，我是袂出现的。你摊像宝贝共款，甲伊捧转去。我知影你心肝内还阁有我。你走了已经走啊，你为什么阁要倒转来？我是应该甲这本花扔掉。你应该知影，咱两个之间还阁有另外一个人。昨暝我无法度将伊放互袂记哩，迄道门我实在下袂过。你这也唔敢，那也唔敢。那安尼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来戏弄我？你还再阁外头做你走，卡出来感觉安尼真好耍，真好。你已经成功了，真嘛？你应该走，我永远都袂阁看到你。如玉，你应该知影，咱两个拢是同款的，咱拢无法度控制，不离不弃，愈聊愈亲。既然你已经走啊，你都无应该阁倒转嘛。我无法度控制家己，我心内所想的拢是你。心情嘛无比你较好过。你当将火害我，我都将心害我。咱拢无都将对方放互袂记哩，像那要欺骗家己哩。啊，那无，咱两个是会当安怎？咱顺其自然好不好？如玉，咱当找一个时间。找一个所在，好好佚佗一下，将这烦恼拢放互袂记哩。什么时阵？在什么所在？这礼拜四啊，咱来去淡水，放伫头路山，吃暗顿。加快。心内所想的拢是伊，咱无法度将对方放互袂记，是安怎搁要欺骗家己呢？如玉，你哪来啊？你有拄？拄着啥？无啦，
你唔是甲客户约好要看车？哦，看袂啊，客户讲伊要考虑看卖，啊是看你心情无好，专程来看你的。啊，你别哭呐，你哭。啊，我无代志，我已经好啊。真是好啊。要唔过你笑起来，笑甲足勉强的。 你若是唔相信，我嘛无法度啊。不要紧，我有法度哦，互你心情好起来。你看，这什么啊？这是淡水疗养门票，你唔是一直就爱看这个。这礼拜日啊，我带你去遐行行，我保证你心情哦一定变好起来。礼拜日淡水？是啊。安怎？咱照顾无去遐行行啊？ 来去啦！顺便多谢你的好意，啊，不过迄间我有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家己的代志。啊，要唔过我票已经买好啊。你大概拢是你家己决定了，再甲我讲嘛。啊，你是什么代志？会当另外再去无？ 本来这个哦，来做一摆，分花。好。嗯。来，来切鸡卵，哈，感谢你哦。一、两、三。来。阿妈长大，阿妈真正。乖孙啊，哎呦乖呀。来。 代志上，无啦，甲客户约好势。今仔日是嘉禾生日，你都不应该将代志煞开哦。咱要甲人做生意，时间是客户指定的啦，咱这会当尽量配合啦。我就唔相信，有遮尔无讲情理的客户，看你卖也唔那尔。好啊啦，啊恁两个若要冤哦，连工。 今仔日吼，嘉禾的生日，拢莫点啊大细声啦。爸爸妈妈，以前我系怎么冤枉我？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拢莫冤家，大家会当快快乐乐做到底。嘉禾，妈妈答应你，以后绝对袂跟恁爸爸冤家，嗯？ 嘉禾，爸爸妈答应你，咱全家伙啊，永远快快乐乐生活做伙。爸爸妈妈，我真欢喜。阿妈，你哪来啊？妈。乖。文斌，你还阁有代志，阿无你紧出去啊？你袂生气啊？
我袂生气，今是嘉禾生的啦。伊上大，我袂用害伊无欢喜啊。真正要安尼做，爸爸妈妈，你知影我是啥物愿望无？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拢莫冤家，大家会当快快乐乐。在这拄到你啊！是啊，拄只甲客户谈只公共事啦。哦，你讲啥嘞？讲啥？我拄好要离开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你面色哪啊歹看啊？是不是倒位无爽快？无啦，我真好。好啦，拜拜。哎，你是莫走啦？啊，你代志讲煞，我是也足无聊的，不要零下逼。袂用的。我还有代志啊，拜拜。哎，文斌啊，啊今仔是安怎啦？大家拢啊无闲，无一人当陪我，连一通电话嘛无啦。准备。